各位 DG Mobile 网友，大家好，我在2018台北国际车展的现场。安迪，你好啊，你想知道现在几点吗？你为什么穿着这个样走来走去？人家说有钱就是任性，我高兴怎么穿就怎么穿。其实最近有一则新闻哦，是有个网友他去看车，那就他还是有经济考量，结果却被业务酸说，你没有钱还来看什么车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规划一个50万内就可以买到的好车的单元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去看看，好，走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各位朋友呢，买车其实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，所以在购买之前要先做好功课。你为什么突然间变这么震惊？而且好像我都快哭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因为我发现我奖券对错期并没有中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